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灿烂时光会客室》呢，是由公视新闻议题中心、PN 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以及《灿烂时光》节目联合制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哦。我们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9:30，在 PN 的网站上面会直播，之后呢，会在公库的网站会有完整的播出。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我觉得还蛮值得在深入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318运动哦。当然，我们看到318运动后来促成了50万人上街，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所谓的明星也在这个所谓的议题的过程当中，或是运动过程当中，特别是被看到，或是特别被这个彰显出来啊。我们也看到后来的发展，包括新的团体或者是新的政党出现。可是一个运动，它不会是只有一个当时的激情，它恐怕有非常深的一些过去的原因，甚至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啊。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议题哦？特别包括里头的阶级的问题、自由贸易的问题，以及特别是像中国因素等等哦。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邀请到的是台湾人权促进会的会长邱玉斌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阿斌你好，嗨，广州长你好。我想很多人对于318的运动的理解，大部分会是从这个所谓的张庆忠的30秒，或者是所谓反黑箱服贸。可是我在想，看一场社会运动，我们大概没有办法用这么简单或是这种直接的因素来去讨论它背后的这个所谓的原因了。那我想第一个问题要请教阿斌了，就是说318运动，我们来看除了这个所谓的反服贸，或者是看到这种所谓张庆忠的三十秒跟黑箱作业以外，事实上它背后还有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了这么大的集结呢？我其实一直在讲说，这个反服贸运动在台湾去年，其实我常讲它是一个阶级运动，它是一个阶级对抗，所以它本质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台湾的一部分获利，或者说即将因为两岸或是说经贸自由化会获利的集团，然后对抗其他的，包括在台湾的一般的小市民，然后一般的小店家等等，大概服贸的自由化大概会是这样的一个趋势，这样。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大概第一个我会去想要切入的，就是如果在谈318的整个历史背景，那这个其实在往前溯，其实是看到台湾从90年代因为整个经贸自由化，或者说台湾更进一步去推动所谓新自由主义的这些过程里面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工资停滞这样子。那我们从欧洲、美国、欧洲的经验可以看得到，一般的工人阶级或是受雇阶级的薪资，当长期恶化之后，很容易投射的就是往政党或者说执政者去这样。所以我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2006年红三军会有这么大的动员力量。那
三一八会有这么大的动员力量？其实某种程度，它当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政治议题非常浓厚，但事实上背后有很多经济上的，就是大家状况变差了，然后觉得我工作没有什么希望。那我们在三一八的时候，我们看到周边非常多的，既不止学生，包括上班族，年轻的上班族，他其实展现的是一个社会，特别是青年受雇者对于这个未来的绝望这样。不过虽然你这样子分析，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对于所谓的三一八的运动，当然是希望从这个角度去谈。可是，在实际上面，我们看到在主要的诉求上面，或者在现场当中，现场也许还会有一些所谓的反自由贸易，或者是反这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可是，在主要的论述上面，或是在主要的行动上面、主要诉求上面，这些其实都是没有出现的嘛，或者它出现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反中的情绪、反国民党的情绪，那么拉到最高点这样子。那对于我们刚刚谈的这个，比如说反自由贸易，或者说反检讨过去台湾的整个经济发展体制这样的一个想法，在运动里面，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但是它从来没有占领成主流，站到主流的位置。那这个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在整个运动里面的 agent， 就是说各式各样，不管是决策核心、次核心等等这种各种，比较少从这个角度来谈。那这当然回归到整个台湾的社会运动或者说政治运动里面长期缺乏左翼，或者说比较从阶级的观点切入的团体视野。那另外就是即便是有这样视野的团体，碰到这种乍看之下好像以国主为主的这种，或者说政治性很高的，那大家开始会去保持一点距离。我们看到一些人的确是这样的。那简单讲啦，台湾的左翼的力量对于这个运动其实没有，我觉得可以发挥在更多。那因为没有发挥更多，因为没有介入更多，或者说我们看到很积极介入，比如说建民解放区，它其实采取的是一个边缘的位置这样子。所以你在整个运动的主导权，包括诠释权，这些你看不太到。不过这个也有意思哦。这个如果回到在三一八之前两年前的反媒体垄断运动，事实上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争议，或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事实上，我想大部分对于所谓反媒体垄断运动会被动员出来了，或是参与的，因为反中，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讨厌蔡衍明，对对对。第一个其实是所谓的反中，那其实特别是在后面的阶段，这个反中或者所谓中国因素，它被拉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地位。那前头还是这个反媒体垄断，可是如果反媒体垄断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自由主义式的媒体制度，那甚至也会谈到说，国家在某种状况之下应该要去介入到这样的一个运动里，这个所谓的媒体的产业里头，那特别是维持它的公共性，所以它会发展出包括公广集团相关的运动，它事实上是有这个逻辑。但是有意思的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在这个运动里面，这种相对之下比较左翼的，或是不是那么国族的，它其实在运动上面，它的声音相对是比较小的。那这个是一个长期以来，或者是在这几年特别明显的一个因素吗？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来参与的人，他真的有思考到你刚刚提到的那些问题吗？或者是说，即使他有思考到或没思考到，那怎么样去说他是跟这个因素是有关的？对于所谓的阶级的这种所谓的认知，或是在于一种长期自由化之下的那种在生活上面困境所引发出来的后续的行动？第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是回到台湾的，因为台湾处在冷战时期的这个最前端嘛，所以。在威权政体，然后加上美国的底下，所以台湾左翼发展基本上就是跛脚的，或者说被压抑的非常非常严重。那我们先撇开统派的不讲，在这个过程里面，台湾的左翼其实是力量是非常微弱的，所以它其实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你看看，包括到最近蔡丁圭讲说要他什么台独，左翼党或什么党，他连左右的概念都搞不清楚。那这个其实反映了一个事情，就是台湾的社会包括反对运动在内其实缺乏左眼嘛。
那第二个就是说来到现场的人，当然我们没有做民意调查，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场合的演讲啊，或者说活动里面谈到贫富差距，大家的认知是非常强烈的。在运动之后，比如说我，因为我在高雄嘛，那我看到南部的一些朋友有去针对自经区、自由经贸特区，那么开始去做一些后续的反对，或者说后续的监督行动。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新开的路，就是他是左，他其实是在关注这个自由贸易或阶级，或者是说，工会这样一个概念。在社会里面开始越来越多人去谈，比如说包括要求警察组工会。我在南部身边碰到一群小学老师，很年轻的，就是刚毕业，他们甚至自己组了一个类似像劳工关怀联盟之类的这样子。他说他们是透过这个行动才开始理解，原来你是说透过三一八之后，他们才看到原来社会的贫富差距是这样子，然后是这么严重，这样等等。那所以我说这个都是会开启一个开头这样子。那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我们当然不可能去期待一个这个运动一出现，它一出场就是纯粹的左翼的阶级的斗争，因为它在台湾不可能。台湾的工会组织率很低，劳工运动基本几近瓦解，所以等于是从头来这样子。那所以从我对我来说，这个议题三一八无论如何，对于台湾的，比如说我们关注社会正义或是左翼啊，这个阶级平等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说，我觉得都是正面的。因为它开启了一个机会，一个可能，我们可以把这个议题做大。三一八不要忘记，它可能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以群众运动形式这么大规模的去反对自由贸易。即便它牵涉到台湾跟中国的关系，但是在过去，即便是牵涉台湾中国，但是只要打着促进经济发展、拼经济这样的大旗，社会上基本上不会大反对，没有人大反对。不过这也可能是因为对于两个原因嘛，就是第一个对中国的恐惧，它其实越来越多。这个越来越多，当然跟很多的台商到这个中国去做生意，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如意，或者是说，包括整个台湾的经济越来越控制在中国的手上，这个是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当然是跟马英九的这个执政对马英九的不信任是有很大的关联性。但是其实我觉得你蛮乐观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反媒体垄断或者是一直到这个三一八来讲，这个所谓的反中的因素是越来越强大。那怎么样在这个反中的因素或是这个论述当中进行你刚刚特别谈到类似像突围的东西呢？我觉得倒也不是突围啦，就是说我应该是因为事实上中国对于台湾的压迫或是威胁，这个是具体存在，我们不能说啊这个是国主的东西，所以这种好小，你不能这样讲。就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国主的概念，它是一个两岸资本的概念。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对它做比较精准的分析，就是所谓的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个东西你把它投射成为啊中国人都笨蛇，中国人都台湾大小便，这个路径对吗？这样能不能有效去达到，就是你想要，即便是独派来讲，你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我觉得我说我是打问号的，因为你看错敌人，你没有掌握整个脉动动力，或者说包括他对台湾威胁的路径是什么。所以这里面有阶级的东西要带进来。对，那大的财团，哪些产业的大的财团，它会是第一波这个出卖台湾的，哪一些是第二波，哪些是未来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就是如果担心台湾未来的前途的，我觉得都应该搞清楚这些事情。可是如果我们对照于香港来看好了，就是香港你会发现我觉得有两个东西是可以去参照讨论。第一个就是在运动的时候经常会喊出一个口号，就是今天的香港是明天的台湾。那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是对于中国在，就是香港已经回归到中国，然后发生了一大堆的这个内部的改变是有很大的关联性，所以担心言论自由的问题，担心经济的问题会受到控制。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在香港在这次特别是雨伞运动当中出现的，简单来讲叫两条路线嘛，一个是一个所谓的本土的这种所谓的香港国族主义式的，另外就是不断被批评的叫做左教。你怎么去看台湾跟香港在这个东西它是有相似性的吗？或者是说这个部分要怎么去厘清呢？
我觉得香港的部分的本土派的策略在雨伞运动里面，我是有点不能理解，就是说打击同样在街头上同志的，这其实在全世界都很少看过的，非常非常好。所以其实包括像很多香港朋友，其实对他们是有一定的存疑问号，到底他们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那你拉回到台湾来看，我们的确看到在过去20年里面，有不断的新的政治团体会以纯粹的民族主义、种族的，那么去取得一定的政治力量。那在这次3·18之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会是采取这个途径。但是比较幸运的是，我们似乎没有这么严重。嗯哼，那所以我觉得其实责任在我们。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关心社会正义的在香港被称为左交的这些人，我在香港其实跟这些朋友讲，这个时候是你们的责任，这些是社运派或者说左翼真正左翼的朋友，你的责任，你要去 contest， 你要去竞争。本土派的定义是什么？对，你要去竞争，因为他们明显要把路往这边带，往右边带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放任，或者是你完全不管？不能这样子。所以你开始要去谈，所以香港的前途、香港的未来，它必须要包含哪一些样貌？你的社会分析是什么？台独也一样啊。或者说台湾的这个主体，你要或者彰显，你要摆脱中国的威胁，你如果不从这个阶级的角度进来，而是单纯的去谈两边国主的对抗，那个我自己觉得是你会很快丧失动力。嗯哼，马英九是就傲慢了呀，对不对？那下一个统治者聪明一点，也不见得会比较好，不见得会比较好，但是应该没有人会像他这么傲慢呀，对不对？最起码论述上或怎么样，那漂亮一点，那你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一次比如说让非常多的年轻朋友，过去完全不谈政治、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这次通通开始有机会关注。好，那作为台湾的几个主要的运动推动者，那你要怎么去抓住这次机会？你要去给他们什么东西？如果你给他的是一个很狭隘的，就是一切通通换成中国人的目标，那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那跟过去20-30年的最边5%的这些台独没有什么两样。某种程度上面，也许这一次的所谓的太阳花或者3·18的这个运动当中，它是建立在这些所谓的敌人的荒谬上面嘛，就是例如说张庆忠的30秒或者黑箱，或者是建立在一种对中国的一种所谓的笼统式的这种恐惧当中。那可是这个背后里面有很多更细致的这个问题的原因，包括两岸的经贸关系、两岸的政治关系，或者自由贸易，或者内部的阶级的问题，恐怕是更需要去厘清的啊。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3·18运动之后开始社运团体有什么样改变嘛？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的检讨分析的声音出来，那这些检讨分析声音出来有什么意义吗？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再进一步的看，是说在这个运动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政党，或者是我们要把社会运动给政治化，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它可以怎么做？我们先休息一下。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今天在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台湾人权促进会的会长邱玉斌。阿斌你好。嗨。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其实特别是从一个背后的原因，三一八运动背后的原因，其实谈到这个运动本身，其实它应该有更多的细节是我们必须要去追究，是要讨论的哦。可是我们来看这个运动的结果，当然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两岸服贸协定是被这个动起来的，那这个两岸监督条例也在立法院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结果，但是事实上至少是跟以前是比较相对 不一样的感觉，有点进展哦。不过我想如果从社运团体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更关心的是说这个运动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这个后果其实不见得是一个目标的改变，就像我们常在讲说一个社会运动它通常不会去直接的改变那个目标，可是它怎么样去造成这个所谓的参与者他有更大的一种醒思，更大的反思，或者更大的力量的产生。最近出现了蛮多跟三一八有关的这个检讨，不管是一些独派的团体，或者是像建民解放区，甚至在网络上面、脸书上面都有各自的表述，甚至彼此的攻击跟批评。你怎么去看这一连串的这种所谓的检讨的现象？我是觉得三一八这整波的运动，因为它基本上是没有计划的，那所以没有一个很强的这个所谓的大家的联盟的核心这样子，那有点是2.0嘛，大家自己想加上去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个过程到最后会很多冲突或是埋怨或者是批评背叛等等，那我觉得这些都会很好啦，就是本来就该做的事情这样子，但是恐怕答案都不会透过这个检讨马上就知道是谁对谁错这样子。那但是我其实想讲一点，就是说其实大家一直在最近在谈323行政院这个，对，就是行政院这个事情。那我就在想说，那以前或者说其他的社运场合，或者说以前我们的学生运动，他可能会是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那也是说所谓的社科院派，对，这个动，就是说你不同派系你要去取得领导权，这个在任何运动里面都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那我就在想到，如果这个当然烂梗啊，一直比啦，但是总是我想到，野百合的时候，野百合的时候其实两派，好，那最早提出就是民主改革时间表，对不对？四大诉求的时间，比较左翼的朋友一到现场，就说要改。民主太狭隘，你必须要有社会进化，所以后来改成政经时间表。对，好，你改了我就进来。不改的话，我们这种运动会有另外不同的看法。我的意思是说，你带着什么想法来跟人家斗争？也就是说，在里面斗争这件事情，所谓的争权夺利，或是去把他的论述让他谈清楚，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不，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争权夺利是必须要 base 在一个不同的想法，或者是你的价值上面。你的价值上面，如果你的争权夺利只是在于说，我看你管中祥当总指挥不爽，应该换我邱玉斌来做。OK， 那这产生的会是另外一个 scenario。我们在三二四或者说整个三一八里面，我们比较看不到想法上面的替代。OK， 我们看到的是说我们对几个明星或者说这个议场里面的批评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倒也不是去苛责说大家都没有带着想法，有可能在那个场合里面你根本没有机会把想法讲清楚。所以到最后比如说建民解放区的朋友他们采取了那种形式去做，相对边缘的方式，对，这是一种嘛。我们看到其实不止他们啊，二楼很多其实采取这样就是边缘。那我觉得当然跟这次的整个地缘上面那个地点上面其实很有大的关系。但是好，后来我们出现了很多的团体，包括黑岛青终于回到黑岛青的手上了，然后一场里面变成岛国前进，然后很多很多差别在哪里？这个才是重点。我的意思说要算账，或者是要能够区分谁对谁错，应该是从那个时候，从这个时候开始。可是你现在看得出来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吗？我其实看不太出来。我有注意到黑岛青。
或者是南部的，比如说民主黑草，民主黑草他们做了比较多有关于自贸、自经区或者自由贸易的 workshop 讨论这样子。那这个大概是一个方向。那我们看到岛国前进就是聚焦在公投补政这样子。好，我觉得很好啊。其实如果这个代表就是路线上的差异，那就请坚持这个路线，站在这个路线上面去进行检讨。我觉得会更有意义这样子。包括激进侧翼，包括台左维新，台左维新这些团体，那你先，我觉得把路线慢慢，其实你经过一年之后，慢慢其实区分了开来。对，有些是选择要进到民进党里面去嘛，对不对？有些是选择当独派的最激进派，比如说取代台联的 ，OK， 这个都很好。好，那你要透过这一个来做检验啊，然后来，所以斗争是在撤退之后才开始啊。讲白一点是这样。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波的检讨如果有意义的，应该。我希望，我是说期待在未来会看到更多是 base 在这个路线上面的检讨这样子。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是在于比较在就责这件事情上面讨论的比较多嘛，包括前一阵子前几天这个潘建志医师他的 po 文，事实上也类似的在这个圈圈里面打转，他还是没有在一个刚刚谈到一个路线或者是在一个意识形态价值上面的争辩，这个部分相对之下也还是比较少。对。所以这其实有点可惜，就简单讲，就还是圈内人在检讨了。But who cares？ 我讲白一点，我们在运动中受了伤害，然后运动中受了挫折，你只有在未来运动中才能获得补偿啊。你不可能有一个什么仪式或是过程，然后谁跟你道歉，你就可以满足了。说实话，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所以要 move on 到下一个阶段的运动，我觉得这个会是比较有意义的。不过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运动之后所发展，或是所谓的分裂出来的，不同的诠释嘛，哈，它各个不同的团体。可是，它可能更进一步的是在于怎么样把社会运动的进程拉入到一个政治运动里面。那我们看到，相对之下，在新的这个发展当中，有新的政党出现，包括这个时代力量，包括这个刚刚谈到的社民党，或者是刚刚谈到的蔡丁贵，他们要组一个台独的左翼的政党。那相对之下，这些人的年龄普遍的比在议场里面的以学生为主的这些群体是比较大，他的社会力量感觉起来也比较更成熟。那这是另外一种的可能性吗？或者说你怎么去看待这种所谓的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开始走向政治化，那？他有这个机会把你刚刚谈到的那些问题谈清楚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真的能够在国会上面有什么样的得到席次的可能，进而从事导致这个政治的改变的机会呢？先回答第二个，有没有可能？不知道啊，这个都看未来大家的努力啦。也就是说，理念正确不见得就能够获得支持了。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技术技巧或者是做法。而且那些是不同于以往的所谓社会运动的做法，你在政治上你变得是要去跟市民跟人民沟通嘛，那我觉得这个是，那我觉得现在有这么多的新的政党，或者包括绿党在内，这个老牌的小党这样，那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倾向就是他开始大家。不管真的假的，台面上台面下，实质心里想，或是嘴巴讲一讲，但是大家都会谈到社会公平正义。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个问题在台湾已经太严重了，已经严重到变成是一个共识。好，那现在就是说怎么有效的让这样的一个共识可以获得实践。我觉得大概总体上我来分析，我来看大概是这样子。那社会这个是不是社会运动政治化？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快。它应该是说过去这十几年的社会运动主张，开始在政治部门有人或是有心从政的朋友开始有一些 echo， 终于看到了，终于回应了，那但是它能够形成多大力量不知道，因为我们看到。11月29号地方选举，大家是用选票把国民党干倒了。但是这一些能不能成为支持比较进步力量，或者进步价值的政党进到国会，
我觉得这个还需要一定的流程。即使是上次的选举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当选，可是他恐怕也不是单纯的对，因为支持年轻人或者支持这个所谓的太阳花世代这样的一个结果嘛？没有没有，我觉得完全不是嘛。包括那个政治学的网站嘛，那个叫什么蔡市长政治学，他们有一篇文章就讲说，这次就有人说，你看这地方选举啊，什么青年参政哈，好像是获得那个，他从数据上根本没有，对，哦，完全自嗨啊，嗯哼，哦，讲白一点，所以其实进步的价值，或者是说要翻转社会，你要转换成政治力量，需要一定的过程，嗯，一定的做法，但是这些跟社会运动不一样，那我们要注意到这一波基本上不是社运团体发动的，嗯。不是工会发动要组新的政党，不是什么各式各样 NGO 发动要去组新的政党，不是，而是这个我们看到有一些有志于政治工作的人，嗯，那么他们透过各式各样的集结，希望把这些价值拿进来，嗯，好，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一些第三势力不能夯不啷当全部统称为他们就是一块铁板一块。现在都有没讲的啦，对，有一些哪些真正是在谈，或是真正会去推动所谓这个阶级正义、社会分配正义，哪一些是它是要取代过去的政治力量？比如台联，嗯，哦，简单讲，现在很多讲左派，我包括蔡定贵在内，对，的左右都搞不清楚，嗯，社会运动也很少看他们出现，对，那。他们到底是什么一回事？那这个我觉得其实要分清，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要在这个过程里面不要都放在一起谈了。嗯嗯，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社会运动在早期在某种程度上面跟政治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分，或者是在某种的关系，特别是在民进党执政之前，那可是后来民进党执政之后，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运动团体，当然以前就有了，但是比例上面会越来越跟政治去保持一定的距离，对，那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又对于新的政党开始有某种的期待，甚至这些新的政党其实大量的或者是开始去找一些社会运动团体进入到里面，那作为一个台湾人权促进会的会长，也是一个台湾非常老牌的社运团体，你怎么去看这个会导致台湾的社会运动力量受到某种政治力量的收编或是结合或者是削弱呢？我其实都不担心这些问题，就是说社运团体能不能成长茁壮，你自己要有一定的 agenda 跟方式这样子，那它跟进步政党之间也不是那种竞争的关系，或者是说你削我长我削，我觉得都倒不是这样子，那比较重要的是说社运团体的 agenda 是什么，你自己必须要抓得很清楚，那在这个分析上面，你对现有的政治，比如说现有的政党的分析是什么，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你才来决定你要参与多少，或者是说不参与，或者是采取等距，或者是联盟，或这些关系。那我的意思说，这整套对每个 NGO 来说，可能都是当下的一个功课。嗯，那如果这个有这样的东西出现，我们才称为社会运动政治化。社会运动政治化不代表社会运动就投入政党运动，而是社会运动整体来说有一个比较。对政治上更进一步具体的分析，那比如说他不会很简单的说啊，国民党蓝绿都一样烂，好的，都很烂，但是不一样烂，烂在哪里，或者说包括第三势力哦，都一样清新，错，第三势力有哪一些东西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整个第三势力或者说这一块那块跟现有的主流政党有哪些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社运团体在面对这个政治大的变局的时候必须要很，我觉得大家自己做，我其实像包括台全会在内，或者说知道其他 NGO， 就是说我们这阵子的讨论其实都变多这样子。对，那但是社会运动整体来说，它作为一个社会的持续存在部门，我觉得不会消失。嗯，那我其实不太紧张，但是我相对的我反而会很期待，如果社会运动的价值被这些进步政党拿去用 ，fine 很好，但是麻烦你认真用。然后努力用，能够在选举里面大放异彩，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相对对社会运动关注的议题其实都会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在这里面的，我觉得倒不会有像民进党90年代初期对那时候刚取得，就是说变得有点紧张关系人头，我觉得倒不会是这样子。我想这是我们在讨论三一八运动，除了在看它的实质的成果之外，有很多后续的发展都值得我们特别要去关心，特别是当它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新的这个不管是政治团体的组成，或者是新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政治的进程了。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回过头来再去思考这个运动的本身，以及运动它背后的原因，以及还有这运动可能会发展出来的方向，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再进一步关注的议题哦。今天非常谢谢邱玉斌来接受我们访问，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拜拜。天空的眼泪洗过时间还来不及发现，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